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。欢迎来到小霞的零食店。小朋友们喜欢吃葡萄吗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尝试一下葡萄味的零食。我们一共准备了有十种哦，有葡萄味的棒棒糖，还有棉花糖，还有这个非常惊喜的是白葡萄的果汁哦，还有葡萄味的软糖，很多很多各种各样，我们就来一一尝一下好不好吃。那我们先来打开这个白葡萄汁饮料来尝一下吧。它这个设计很有趣，很像那种果冻。对，就在这里插入吸管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和我们喝过的水晶葡萄的味道很像？太好喝了，比那个还好喝，我觉得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对，是酸酸甜甜的，但不会很酸哦。对，然后甜味又比较足。而且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、B12。就是说明它营养都很丰富哦。对，又好喝，营养又丰富。我们再吃一个糖好不好？哪个糖？这个吧。噔噔，这好像是来自日本的葡萄味的棉花糖， 对不对？下面都是日文。哇哦，再闻一下。哇，真的很浓的葡萄的香味，是不是？这葡萄也太浓了。是那种淡紫色的，其实不知道小朋友们能不能看清楚。我好像没有吃过葡萄味的，来来试一试，试一试。非常软，淡淡的葡萄味道。它里面不是葡萄夹心，而是整个一颗葡萄融进去了。有点甜，其实我觉得有点太甜了，虽然很软，可能吃一两颗会比较合适，吃多了会有点腻哦。第三个我们依然选一个大包一点的吧。这个是什么？是饼干对吗？牛轧奶芙，其实就是沙琪玛啦。沙琪玛，这个是葡萄味的沙琪玛哦。哇，这里面有都倒出来很多很多，好幸福啊。很大一个哦，而且包装很可爱，牛轧奶芙。哇，里面有这么多，这个是有点像那种牛轧糖一样的，但又是沙琪玛。对，是牛轧糖和沙琪玛的混合。对，然后上面有很多葡萄干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这个奶味非常非常浓，奶香味很浓，好吃。它葡萄味道不是那么浓，口感比沙琪玛好啊，我觉得。但是有一点粘牙，吃完了就会有一点点粘在牙齿上。那下一个呢？我还是想吃糖，软糖。好，这个一看果汁就很多的那种软糖，是好丽友的。会不会像 QQ 糖一样？是长得像葡萄一样的 QQ 糖。我们看看，长得跟葡萄一样哦。对，很大一颗，感觉就是在嚼葡萄。对，是嚼葡萄汁一样，很浓，它葡萄味很浓很浓浓。再来一颗吧，糖有非常非常的软，超级香啊，我觉得好吃。这个觉得是目前吃过最好吃的。那我们下一样呢？下一样来选一个果冻吧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来喝。这个是跟喝的那样的吗？对，它不是那种一般的果冻，它是一个果冻棒，可以吸的，而且是小熊猫，上面很多小熊猫。我看一下啊，它是葡萄和水蜜桃味混合哦，所以有紫色的和葡萄粉色的。对，那我们先尝尝葡萄的，来，我们先来尝尝这个紫色的葡萄。欣欣，我成功的挤出来了，我也挤出来了，是这样子的果冻，你的比我好看多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吃哦。好。你不太完整，厉害。就这样吸出来，好吃，既好玩又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说葡萄的味道不是很浓，我觉得还挺浓的。难道在我嘴里变味了？我觉得还挺浓的。我是觉得这个很好玩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接着吃。好，下一个我想尝这个，我们来试试吧。它是什么嘞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啦，这个很像是饼干，但是它上面画了巧克力，画了面包，还有葡萄，这个东西很复杂。
哇，它也是这种独立包装的这种。嗯。所以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哎，你看啊，好神奇哦！这个是面包干。对，是那种烤干了的面包，烘干的。但是它有巧克力在里面，然后还有提子、葡萄。哇、哦，这个东西好香哦！嗯，哇，它是脆脆的。对，面包干加巧克力加葡萄。哇，我觉得口感很神奇。第一次吃这样的东西哦。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种面包干的口感。嗯，我也觉得非常好吃。嗯，接下来还有一大包的棒棒糖哦，葡萄味的。哇，是这样的。来拿一个尝一尝。我好像很久没有吃阿尔卑斯棒棒糖了。嗯。就是他们那种经典的这种一圈一圈葡萄和牛奶的，一如既往的好吃。对，它是葡萄牛奶混合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剩最后两样了，一个是酸奶提子的手撕面包，还有一个曼妥思。我们先把手撕面包吃吧。好。啊，基本上是很酸，都是酸奶的味道。对，像有一些葡萄干。嗯，哦，原来葡萄干在这个里面。嗯，它这个面包很紧实，好好吃的面包。嗯，可是我还没有吃到葡萄干。嗯，吃到了，但是总体来说酸奶的味道比较浓。对，葡萄味道就少一点。嗯，啊、哦、很好吃哦。我们现在就剩最后一样东西了，就是这个葡萄味的曼妥思，我们已经打开了。嗯，它是口香糖。对，来尝一尝。我们倒出来看看，是一粒一粒。这样的跟一般的口香糖还是有点区别，立方体的。嗯，来尝一尝。冰冰凉，树叶的味道。啊，树叶有没有？外面是这样就跑，但里面是很浓的葡萄的味道，是很清凉的味道。感觉吃完这些之后吃这个很爽哦，很清新口气的，好吃。嗯，它和一般那种口香糖的感觉不是很一样。对，它比较甜，然后又比较凉。对，不然它为什么叫冻感立方？冻感。我们今天呢，一共尝试了十种零食，小薇觉得哪个最好吃呢？我觉得面包干是第一好吃的，最好吃的。然后其实这个我也蛮喜欢的。对，其实我也很喜欢奶芙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果汁其实也是很好喝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拜拜。小柴知识点之葡萄，葡萄含有大量葡萄糖，葡萄糖可以很快被人体吸收，所以葡萄特别适合低血糖人群。葡萄含有花青素，而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，可以抗衰老，还含有抗癌微量元素，对癌细胞的扩散有一定的抵抗作用。葡萄还有缓解疲劳、降低胃酸、美容养颜的功效呢。